小杰接电话去。哎，你找那小坤，那边笑得多喜庆啊！员工都啊，姐姐新年好呀！我刚准备打电话给大伯母，还有大伯母拜年呢。啊，好。哎，大伯母您好，过年好呀。嗯。我不知道，爸。嗯。大伯母问我们初三要不要回老家。来，我跟他说。你等一下啊，我爸来接。哎，嫂子，哎，过年好。啊，是这样，我们定的是初三。你赶紧给你外婆打电话拜年，不然晚了她又要说你了。我打过了。还有你二姨，我也打过了。很好，到时候见面聊。哎哎哎哎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哎，行。嗯。哎。喂，月亮，新年好呀！你在哪里呀？普吉岛。哦，太爽了。我从小到大就没出过省。下雨啊，冷不冷呀？普吉岛冷不冷？哎呦，我没去过嘛。啊，行行行，你去吃。啊啊，好好好，给小哥是吧？啊。哎，什么事儿？啊啊，行，谢谢啊。你也过年好。需要我给凌霄吗？行啊，再见。新年快乐，他说。啊，新年快乐。话都挂了，说什么？爸，我想要个手机。你要手机干什么？那老师又不让带学校去。那哥哥们都有了，我也想要。买没有？有。没有。买嘛。你大过节的，别找孩子不高兴啊！零爸给你买，买最新款的。零爸，你是我亲爸呀！来，我敬你一个。啊，这你就惯着他吧。哎呦，那姑娘家家不就得惯着吗？只有这傻小子得操生操养的啊。傻小子，啊，过年好。打架？啊啊，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呵，这年夜饭吃的，一家三连击打起来了，这一酒瓶子打出一重伤来，这不让人手不够，哎，我得赶紧去一趟啊！你们先吃着啊，我处理完了就回来。没事，给你留着。哎哎哎，我去就来啊。嗯。哎，就没吃过一顿安稳饭的。哎，你今天快看，你的笑点来了。那是哥的笑点。记不记得暑假老放的那个广告？记不记得？哦，广告看过，但是拍广告的人没注意。看过吗？我很少看电视。哎呀，反正呢，他这个人，他今天刚转到我们班，他刚来的时候吧，就像个环球小姐一样。结果一放学就跑到学校外边去玩变装，特别假。他还坐我后面，我以后该怎么办呀？你担心什么呀？是他被我们抓到小辫子了，该担心的人是他。话是这么说的，没事，我罩着你啊。凌霄，子秋，把你们自己的面端出来。好。明月，这是给你的牛肉面。哇！辣椒加好了啊，不够你再自己加。谢谢叔叔。就你的。谢谢叔叔。你来的匆忙，我就没给你做什么好吃的。下回去家里啊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嗯。给我，慢慢吃啊。谢谢叔叔。嗯，你们这是什么面啊？糖醋排骨面啊，别人无福消受，因为只有我们三个喜欢吃。哎，甜的你要不要尝尝？嗯，不不不，我喜欢辣的。
给你。真好，我也想要有个哥哥。挑一个，送你，免费。我才不要呢！为什么？你不是夸过我小哥打篮球特别帅吗？我哪有？你觉得我不帅吗？我也没这么说过。你说过？没有。跟你们女生说话真烦，绕来绕去的，听不懂。你太笨，所以不懂。哦，你懂，你经验丰富。从小到大，你说过超过100句话的女孩只有李尖尖吗？不，我是哥哥全世界。不，我跟秦明月没超过100句了。哦，还真是哦，你真厉害，能走进天仙的世界。说啊，我们班来了一个女生，她加入了那个一个月4次不跑步女团。什么团？什么团？哎，小哥。怎么在后面？来，来啊！你怎么了？今天不开心啊？考试考砸了呗。看不起谁呢？我模拟考610，我700。你闭嘴！真的是。你考多少啊？笑什么？别提了，这种事情不值得一提。哇，什么日子啊，做这么多菜！嚯，高中生们回来了啊！二姨，二姨，二姨你怎么来了？我呀，来城里买点那个鸭药，就顺便给你们送点那个山货。家里啊，晒了十几斤的赤果，你们不是学习累吗？补补脑子。谢谢二姨，谢谢二姨，不客气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嘿。哇，腌笃鲜，香吧？这是你二姨子亲自在山里挖的笋，也没花什么钱，就是从山里扒拉的。二姨，哎，暑假想去你家玩，想去摘野果子，去呀、啊！哎，让你哥呀带着你去那个找野兔子那窝，那好玩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暑假就去啊。好，好，好。行，我们赶紧吃饭吧。哎呀，饿死了。子秋，哎，其实你跟凌霄睡去吧。太晚了，二姨就不走了啊。行，哎，别呀，我睡沙发就行，别影响孩子们。啊，不影响，没事。哎，谢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睡下。哎，好。是你爸？啊，不是。是小橙子啦，那个烦人精，每天800遍电话夺命连环扣。真是家里有钱才敢这么造。哎，他，你喝你喝。哇，来，我能吃3碗饭。